愿随理想随，祠堂里风吹，寒夜里自如某年快沉睡。你力执双眼，我为己懦弱，双枕头碰对枕，缠绕失去，宁愿你宁愿我宁愿并肩抵抗，对分向如水，能一起看花天覆盖两手气氛，能一起听飘风急雨相伴斗志中进军，泪水里你双巧手做的包子怎么那么难吃啊？难吃的包子是我含着眼泪做的，以后我帮你做。你真是难成大器。西太后何尝不是其身不正，和太监勾结？我会再次垂帘执政。公主没有死，我决定孤注一掷，以毒攻毒。公主，公主，何事？公主怎么会这样？公主心脉虚弱，用药过猛令她心脉失衡，我料到会这样。哦，双喜啊，你也要支持下去，你一整天都没有休息。我没事，公主的病情反复，所以我不能离开她半步。好，好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任何人骚扰你。公主，辛苦你了，我迫不得已才会孤注一掷。给我五个菜肉包。菜肉包稍等啊。喂，手脚快一点呢。哎呀，老板娘，一大清早我就切剁捞揉包捏蒸一把抓了，你想要多快呀？我只会做难吃的包子，哪有你这么有本事啊？哦，难怪包子好吃那么多了，原来请了一个帮手。什么帮手？人家夫唱妇随，夫妻同心。是啊，你叫我李老板就行了。李老板娘啊，你要菜肉包，我帮你看看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哎，我帮你包。收钱吧，李老板。那你包吧，五文钱。多谢了啊。老板娘，我们终于有钱赚了。我都说了，只要坚持就能成功。幸好三顺教了我三招两式。不过最重要呢，就是包子是笑着包的，所以吃起来特别甜美。好笑吗？哎，要是三顺在就好了，他厨艺非凡。要是他能够再教我包天津包子、狗不理和叉子烧饼啊，那就好了。哎，要是他在，就他做了，我不用揉面团揉得手软了。你看三顺会不会离开皇宫呢？不会的，他在信上说呢，皇上终于懂事了，在皇后辅助之下呢，勤于政事，太后闲来呢，就听戏作画，乐得清闲。至于陈福和天寿也没什么动静。哎，在惊涛骇浪总会平息。但愿如此了。什么声音？婴孩哭声。好像在这边。啊，真的有个孩子。哎呀，哭成这样真可怜啊。谁这么狠心把孩子扔在这儿啊？先抱他回去吧。好好。师傅，你在贴什么？哎，婴孩真是烦呐，老爱晚上哭，弄得我整晚都睡不着。哎，那，哎，这个
就是对付夜哭狼最好的办法。你看看，天黄黄，地黄黄，我家有个夜哭狼，哈哈，过路君子念三遍，一觉睡到见日光，这样就行了。是啊，哎，真的不哭了。是啊，这样多好。哎，你们也真是的，什么不好捡，捡个孩子回来。师父，他真的很可怜呢。啊，他也的确很可爱，不过就是没礼数，不会叫人。师父，他只有几个月大。哎呀，师父，你骂他干什么呀？又把他弄哭了。可不是，又哭了。哎，我真是怕了他。他明明吃了米糊，怎么还会哭啊？哎，我去睡了啊，你们摆平他。是不是要跟他说宝宝乖呀？我怎么知道啊？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宝宝乖，宝宝乖。哎，折腾这么久，原来是宝宝出宫，难怪哭得那么厉害了。让我抱抱。不行，你笨手笨脚，免得把他吵醒了。宝宝真的很可怜，出生没多久就被爹娘遗弃，不过幸好遇到我们。如今时势不好，他爹娘可能也是迫不得已。骨肉之情岂能轻易放手啊？不过不怕，我来养你，我做你娘。哇，养儿100岁，长忧99啊。我知道育子成才一点也不容易，但是我还有你和师父吗？这倒是，师父闲着没事做，可以弄婴孩为乐，还可以教他4书5经，长大成人就做状元。做什么都不要紧，最要紧为人正直，不要作奸犯科。林英啊，嗯，给孩子取个名字。凑合凑合就行了。不行，古语有云，名命也，事关重大的。礼多人不怪，油多菜不坏，就叫礼好吗？哎呀，你这个乌龟。怎么了？手麻了。是不是都叫你让我抱了？就是，你看睡着了孩子行。多谢。你哭了一上午，哭得我晕头转向了。师父，我来吧。哎，来来来，宝宝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啊！别哭了，哦，乖乖乖，你看他多调皮，真像莲英啊！孩儿是你亲生的骨肉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呢？赶快到处找找吧。啦啦，孩儿，娘来找你了。你干什么？他是我的孩儿啊。你凭什么这么肯定？就凭孩儿脚上的胎记。不是，他是我怀胎10月亲生的。还给我呀！走开呀！哎，放手啊！还给我！放手啊！别吵了。倩蓉，把孩子还给人家。孩子脚上真的有胎记，人家没认错。不要，莲英，他们不要才扔到后巷的吗？把孩子还给人家。我不给啊。还给人家。我不给。还给人家。我不给。莲英啊，对不起，还给你。孩儿终于找到你了。倩蓉，找到了。相公，孩儿找到了。找到又如何？我们哪有能力养他？对不起啊，倩蓉，孩子始终是人家的。一场欢喜一场空。别难过了。我没事。我知道你舍不得孩子，你哭出来吧，你哭出来会舒服些。
我还以为他是天赐的礼物。其实我也很舍不得孩子，都是我不好。我不把孩子抱来铺子，就不会遇到那对夫妇。算了，可能是上天注定我们没儿女福。我还在想，好了，将来我们有儿子送终，我还做梦，我梦到儿子将来会中状元呢。我还梦见我们抱孙子。喂，哎呀，这个乖孙子有7斤重啊！哎呀，抱得我上气不接下气。儿媳妇，来接着，接着，哎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是啊，师傅，怎么会这样？那对夫妇家境贫困，家里还有5个孩儿，三餐不济，所以他爹就把他遗弃了，希望有一户好人家收养他。嘿嘿，这个爱哭鬼遇到我们真是走运呐。我们可以抚养他了。那他爹娘呢？他们看倩蓉那么喜欢这孩子，问你们肯不肯收养他。只要你们点头，孩子就是你们的了。好了，我们的孩子终于回来了。月英啊，那就名正言顺和倩蓉做对夫妻，那么孩子就可以叫你们爹娘了。那我们就祖孙三代同堂。做太监呢，最稀奇的莫过于传宗接代了。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，我是你儿媳妇，你是我夫婿，他就是我们的儿子，以后我们一家人抚养他成人，传宗接代，开枝散叶。爹，爹，以后我们四个人就一条心了。我们一家人一条心。我带了饭菜来，趁热吃。公主怎么了？公主腑脏衰竭，正气衰竭，阳气浮散。花板不收，散而不聚。三顺，按着公主的百会穴。哦。公主，别放弃呀！公主，你别死！公主，别死！公主，你要坚持！公主，三顺，没事了。公主的脉象转强，暂可保命。只是第二剂药，公主已经吃不消，我真怕她会熬不住。但是你也说过，公主的病情必然反复，唯有以毒攻毒，才有一线生机，你知道的。但是我偏向虎山行，刚才公主命悬一线，我已经无能为力。双喜，你看，刚才我路过太和门，哎呀，我看见这朵小黄花从石缝里钻了出来。你也知道，那日晒雨淋，应该寸草不生，但是偏偏这朵小黄花自强不息，终于修成正果。一朵小花能够绝处逢生，是喜兆啊。
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嗯，我不会放弃，我相信人定胜天。是啊，一定会有奇迹。多谢你，三顺。哎呀，朋友嘛。皇上最喜爱听宫外奇闻异事，你们谨记，要说的绘声绘色。我什么艳闻都会说的。对了，皇上还喜欢什么？是不是有很多赏钱啊？哎呀，是啊，我也都说的最好了，是不是？小婶儿最好了，是啊，我也会的，我也会。在宫中大呼小叫，他们是何人？回皇后，他们是皇上专程请进宫献艺的。本宫问你们，你们是何人？从哪儿来的？我们是八大胡同的普元唱班。八大胡同乃烟花之地，就是你们是青楼女子，皇宫之内不容许闲杂人随便进出，你立刻给我捉他们出宫。皇后，他们可是皇上的贵宾呢。你这个奴才，就因为有你推波助澜，才会令皇上荒废朝政。奴才只是遵从皇上的吩咐。那你就是不替本宫捉他们出宫了。请恕奴才直言，前世莫礼，前世莫问，乃至理名言。奴才知道皇上久未与皇后把臂邀月，须知触怒龙颜，受苦的是你自己。你竟然这样跟本宫说话！大胆！奴才给皇后请安。令天寿，你竟敢对皇后放肆无礼！皇后叫你带这群妖孽走，你就照办。但是皇上吩咐。是皇上圣谕，还是有人擅作主张？这群妖孽辱没后宫，你居心何在？是不是要将你依法惩处？奴才不敢，奴才马上带他们走。走，请皇后恕罪。回去我会好好教训凌天寿，奴才先行告退。夫人，是不是有事吩咐？吩咐？你还会听我吩咐吗？怎么这么说，夫人？你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奴才，我见过不少。你的狼子野心，我一眼就看穿了。你以为向皇上靠拢，曲意逢迎，就可以趋炎附势，将我取而代之？夫人，我真的想都没想过。你鬼话连篇。李莲英是你师父，你都可以嫁祸。安德海一手扶持你，你也要陷害我？跟你非亲非故，你有什么做不出来？我岂敢。不用狡辩，你根本就是养不熟的狗。当日安德海出卖我，今日我不会重蹈覆辙，让你有机可乘。你要记住，别妄图雀巢鸠占，你难成大器，最好安分守己，在我面前老老实实的。夫人，是不是太后召见？东太后召见，不过是召见林公公。奴才给太后请安。皇上最近安好吗？皇上龙体为何显得颓唐消瘦，疏于政事？所以你就怂恿皇上夜夜笙歌，还带了宫外的莺莺燕燕进宫？请太后恕罪，奴才只是一心想为皇上解忧啊。做得好。皇上最近事事不能称心，难免心灰丧气，幸好有你讨皇上欢心，令他忘却烦忧。你以后务必尽心尽力陪皇上迎风弄月。奴才谨遵太后吩咐。即使皇上要出宫视察民情，你也要遵旨照办。奴才遵命。不过，你无需多做猜想，只要将太后的懿旨照办，太后就不会亏待你。须知皇上对太后不但敬重，而且还言听计从。有太后当你的靠山，你想平步青云，简直易如反掌。谢太后器重。不过，福爷不准奴才讨皇上欢心呢。
你只需听命本宫，如果臣服逆本宫旨意，你也无需对他客气。这哎，太后您怎么了？苏嬷嬷，我很痛苦。太后您怎么了？太后抱恙在身，立刻请御医。哦，御医哥哥都是酒囊饭袋，个个都帮不了本宫，没用的。奴婢不忍心看太后受苦。刘双喜医术高明，他一定能妙手回春，请太后忍耐，奴才马上去御药房。一凉如水，不能让公主着凉的。哦，那我身旺如火。公主血气逆走，我要马上为她施针。哦。双喜，随我去钟粹宫。出去，出去！姚双喜要救公主，哪儿都不去。东太后奉体为和，麻烦双喜前去诊治，再携去钟粹宫。是。你们敢？让开呀！谁敢拦我救公主？双喜，做奴才要知分寸，救死人不是白费心机，要救就救东太后。没有人能阻止我救公主。滚开！滚开啊！我告诉你，有什么事我亲自向福晏交代。臣服算什么？东太后才是我主子，若是太后有事，臣服要保住你的头。我忍你很久了，我四叔，自己别动，他想走。是，放手，放走啊！好，儿子，干什么？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叫什么叫？你救不了他的，走，走啊，走啊，放开我，走，走啊，放开我！公主，放开我！公主危险的，姚双喜！让我救公主，让我救公主！公主，放开我！啊，走啊！公主，放手啊！太后，姚双喜带到。太后凤体已经无碍，无需担忧。太后万金之躯，果然洪福齐天。你心如蛇蝎，还可以偷生人事，究竟天理何在？公主若有不测，我姚双喜必与你玉石俱焚。大胆奴才！忍着，何硕怎么了？公主此刻命悬一线，你偏偏在我施救的时候命人带我走。公主有什么对不起你？我耗尽心力，才能够令他有一线生机。你竟然要他命丧黄泉，你真的很毒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奴才只是担心太后的安危，其他事早已抛之脑后。何况何硕公主早已药石无灵，无需惊动太后。公主璞玉魂精，她不应该死，要死的是你们。你安排圈套，让我以为公主对我余情未了。你以公主要挟我，要我诬告安德海和西太后有染。公主是无辜的，她不应该牵涉在内。她知道你身染恶疾，还祈求上苍见怜，好让你安然无恙。你良心何在？够了，休对太后无礼。太后，你想如何处置姚双喜？奴才为你照办。要杀要剐，都让我回去先救了公主。我求求你，你走吧。太后，太后，你们也退下，本宫要休息。这，这。终于醒来了，双喜，没事了，公主，没事了，啊，没事了，双喜，我。
说是快救公主啊，快点啊！该死！公主死了，公主本来不应该死的。林天寿，你这乌龟王八蛋！呀！住手！住手啊！王先生，你失心疯了，公主死了，死了，死了就死了。公主是我朋友，我要替她报仇。呀！抓住她！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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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三帅，跟我走。夫人，和硕公主死因未明，彭三帅和姚双喜一起放火，恐怕背后有莫大的阴谋，不能放人。林天寿，你敢跟我作对？你是总管太监，只要你金口一开，我岂敢不从？你说彭三帅无罪，就无罪了？夫人，我们走。舅舅，舅舅，你也救双喜啊！福衍，我要向东太后交代的，姚双喜放不得。走，三顺，你走吧，不用担心我。双喜啊啊！我也是打不死的火凤凰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打！舅舅，舅舅！奴才参见皇上。来啊，才绕了一个圈，再来圈。哎呀，放肆！大逆不道，让开！出去，通通出去！大胆奴才，竟敢对朕不敬，是不是想人头落地？奴才冒犯圣言，罪该万死。但是奴才只想皇上明白，玩物丧志，沉迷女色，只会遭天下万民唾弃。朕已经遭额娘唾弃，天下万民要如何看待朕已经无关痛痒。不是的，皇上，太后是想皇上多加历练。不必多说，朕不想听，退下，退下。皇上，奴才有事禀报，贺硕公主不幸身亡，
凌天寿只手遮天，曾经拿下姚双喜。皇上，凌天寿早已向朕禀报，皇上千万别相信他。姚双喜放火乃大罪，凌天寿惩治他一无不妥。皇上，凌天寿绝非好人，请皇上明鉴。若是皇上不思进取，自暴自弃，苟且过活，是人是鬼都分不清楚。高禄才面目可憎，满口歪理，滚！皇上，滚呢？滚！皇上，滚啊！皇上，你搁这听着，朕以后不想再看见你。滚！双喜，要你去救牢房实在过意不去。饿了吗？出来吃点东西。双喜，之前对你用刑秉公办理，警惕其他太监，也是为了别让他们有恃无恐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千万别怪我。一丘之貉，满口都是谎言。好，我就跟你开门见山，死者已矣，别为了和硕公主的事而害得自己继续受苦。只要你肯跟我合作，尽量延续东太后的性命，我担保我和你都有享受不尽的富贵。只要我肯依东太后，你真的什么都肯答应我？当然了，富贵荣华享之不尽呢。你想要四合大宅啦，黄金万两啊，千亩良田，还是美女成群？你只管开口。啊！放他！凌天寿，我要你斩首！推开他！十三人，推开他！挫骨扬灰，你为德海和公主在天之灵。啊！姚双喜，是你敬酒不吃。你别怪我无情无义，我死都不怕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三顺，本宫已经传口谕下去，敬事房不敢再动你半根汗毛。太后，那双喜呢？双喜仍然身陷囹圄啊。你还记不记得姚双喜如何诬陷本宫和安德海？你还记不记得安德海死不瞑目？这根刺仍然在本宫心里面。我可以传令下去救双喜于水火，但是我做不到。难道就让奸佞得逞吗？本宫身心皆疲，这个残局都不知道如何收拾。对皇儿，我已经哀莫大于心死。太后，你要振作，从来邪不能胜正，不能让小人得势的，否则大清江山就完了。豺狼当道，正不压邪，由来如是。太后，只有最漆黑的夜空才能看见闪烁繁星，奴才深信一定会否极泰来。快给你孙子取个名字。哎，这儿最有文采的就是我了。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九个字怎么凑都行。李齐家，李治国，李国平，李平天都行哦。林，你选。也行，
不过我听人家说，取个诸葛名呢，才会养得大。比如说李大牛。哎呀，嘿、hey, ，俗不可耐，不怕生恶病，最怕取错名啊。嗯，这样，哎，李好吗？还是你自己拿主意吧。嗯嗯，李莲英、倩蓉、刘公公、三顺，看见你就好了。你突然跑来干什么？是不是宫里发生什么事啊？李莲英，你要立刻回宫。我是奉太后口谕，李莲英接旨。奉圣母皇太后口谕，李莲英贪逸勿劳，粗疏散漫，侍奉宫中事务平仍，乃用人之际。李莲英竟然斗胆私自出宫，玩忽职守，推卸失责，华懒不当差。奉太后之命，李莲英需刻日回宫，主教内务府从长议叙。太后明明恩准我离宫，又岂会出尔反尔？哎呀，口谕是假的，但是我和太后想你回去是真的。我知道你们一家人完完整整，在这儿好好的，但是，是不是出了什么岔子？双喜如今被困在静室房，每天惨遭折磨，生命危在旦夕，我孤立无援，实在走投无路啊。天寿和东太后蓬荜为奸，他们怂恿皇上纵情声色，皇后终日以泪洗面。太后和皇上又反目，太后纵然每天上朝，但是形同行尸走肉啊。莲英啊，本来我也想夹尾而逃，但是我实在于心不忍，尤其双喜身陷水火之中，我苦无良策，才来找你回去的。不要，莲英，你走了谁照顾我们？我就两个徒弟，德海已经枉死，我不能再失去莲英。莲英只不过是一个奴才，她不可能力挽狂澜的。就是，莲英不是千手观音，她凭什么扭转乾坤啊？那双喜怎么办？德海已经死得不明不白，如今双喜又含冤莫白，我们不能袖手旁观的。兄弟对我有义，主子对我有恩，倩蓉对我有情，你叫我如何取舍？我没本事，也没勇气再走回头路。当初我们救不了德海，难道今日我们可以吗？你不是这么想的，你还是以前的李莲英。你错了，我已彻头彻尾，是只缩头乌龟。你有法子拨乱反正，你也有法子全身而退。三顺，我求求你不要再强人所难了。三顺，你就当可怜我这个老人家吧。哎呀，我知道一时之间你很难抉择。莲英啊，你考虑一下，我会再来找你的。是好，我不会扔下你们母子。但三顺会再来的，你会心软的。万一臣服知道你在这儿，万一太后又召你回去呢？你们还是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。离开这儿，去找一个偏僻的小镇，再开一家包子铺，千万别和皇宫再扯上半点关系。跟在后面，别管他，继续走。我看就快下雨了，找个地方避一避。嗯。华夏千古至今，只有朝代更替，从无政体之变，
而皇上以天子自居，权威无限，实在不合公理。大清唯有变革变法，君主立宪，人人平等，方可与西方争一日长短。公子的意思是由百姓来管皇帝？不错，由百姓来定定法制，由百姓来做主。哎呀，奴才就是奴才，百姓就是百姓，要削天子的权，大逆不道。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啊！百姓水深火热，皇帝夜夜笙歌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亲眼看见吗？三顺，虽然我们看不见皇上做什么，但我们都看见民不聊生，饿殍遍野。只怪朝廷腐败，政令失衡，才会造成赈灾不利，民不聊生。书生论政只是纸上谈兵。哎呀，你以为治国容易呀？大清积弱，以致内忧外患，究其因由，只因爱新觉罗一家腐败无能。公子，家事与国事又岂能混为一谈呢？皇帝的家事也就是国事。当年恭亲王和先帝争夺皇位，西太后和恭亲王叔嫂之争，如今皇上和西太后权力交接，既是家事也是国事。如今天下纷乱，正是因为皇帝家无宁日，以致大清鸡犬不宁，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皇帝连修身齐家都做不到，谈何治国平天下？要国富民强，只盼君臣之间能够各司其职。但愿有人能够挺身而出，拨乱反正，救黎民于水火。哎，乌云过后，日光乍现了。还以为会下雨呢。我们是时候上路了。在下告辞，他日有缘再聚。公子，敢问高姓大名？晚生康有为，字广夏，赐教。散落的爱，残月挥逝去。